你怎么又来了？坐月子可以喝奶茶？能啊，喝这个奶会多。 人家医生说孩子一般一个月之后才会笑，我们家这个孩子昨天就开始笑，性格特别特别可爱。哦，像你。哦，呦呦呦呦呦，今天怎么不笑呀？是不是饿了？啊，怎么了？是不是饿了？嗯，是是是。 哎，哦，看什么看？转过去，转过去。